作为女排世锦赛前的一次重要热身赛，荷兰拉伯银行四国女排超级邀请赛将从今天开始在荷兰的霍特芬和埃因霍温举行。北京时间今晚22:30的首场比赛将由意大利女排对阵俄罗斯女排。本届四国邀请赛为期六天，自8月7日开始到12日结束。参赛队伍分别由东道主荷兰女排、土耳其女排、俄罗斯女排和意大利女排。根据赛程安排，8月7日是意大利女排对阵俄罗斯女排，荷兰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8月8日是俄罗斯女排对阵土耳其女排，荷兰女排对阵意大利女排。8月9日由土耳其女排对阵意大利女排，荷兰女排对阵俄罗斯女排。经过8月10日一天休息之后，半决赛将在8月11日举行。8月12日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由于2018日本女排世锦赛仅剩一个半月时间就要进幕，虽然本次四国邀请赛未有意赛，但还是受到了各个参赛国的重视。这四支国家队都将派出主力阵容参与对抗，他们都希望借本赛事来考察队伍和了解对手。另一方面，这四支球队都是中国女排将在世锦赛上面对的主要强敌，因此本赛事也吸引了众多国内球迷的关注。赛事直播方面，已经确定央视不会转播本次四国邀请赛，有网友趁其鹅 app 直播平台会有本场比赛的转播，但经过小马去该平台查询，却并未找到相关的预告。需要观看今晚和明天凌晨这两场比赛的球迷，请今晚再去该平台查找直播链接。荷兰四国女排邀请赛赛程：北京时间8月7日22:30，意大利 vs 俄罗斯8月8日1:00，荷兰 vs 土耳其8月8日，俄罗斯 vs 土耳其8月9日1:00，荷兰 vs 8月9日22:30，土耳其 vs 意大利8月10日1:00，荷兰 vs 俄罗8月11日20:30，半决赛18月11日23:00，半决赛28月12日20:30，季军赛8月12日23:00，冠军赛